雅俊伟黎瑞恩出席舞台剧发布会，原来呢日都系马仔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答辩嘅日子啊！系，多谢大家嘅。我几十岁人终于成为一个大学生，终于系大学咗毕业啦。恭喜你啊！多谢你啊！我系一个硕士嘅研究生。恭喜你啊，研究生！研究生，我系专系俾人研究噶。咁畢業啦，我可以出嚟做嘢啦。各位邊啲老闆想請我嘅？我係讀MBA 啊 EMBA 嘅，即係商業管理嘅。其實我呢兩年真係好開心嘅，係去到校園，因為真心講啊，呢兩年喺北大校園咧，俾咗好多嘅感覺我，真係好喜歡。咁所以實不相瞞，喺今年嘅九月咧，我亦都會成為香港浸會大學嘅學生。浸大，浸大，我係喺油浸咁浸大嘅。你学中医啊嘛？系啊，我读一个两年嘅中医基本课程先，读完呢两年就再决定可唔可能俾我读埋跟住嗰六年嘅一个真系再进一级嘅课程。咁啊，另外十二月就会另外读一个短期嘅儿童心理学嘅课程，因为呢啲对我工作上面系有影响噶，所以我想进修多啲咯。恭喜你啊！多谢你啊！真系年青有为啊！系啊，我啱啱毕业啊，暂时未揾到嘢做，各位老板系想请我嘅，唔该。我是会很努力工作的，我人工要求不高，是年薪没人请你，自己搞定了。好了，我自己请住自己。